哈喽，你好，我是如晴。在王者荣耀中，减少攻击力就等于降低伤害。面对攻击力1700加的典韦，谁又能减少典韦最多攻击力呢？典韦装备六破军，叠满二层被动的情况下，攻击力达到了1722。首先第一位芈月，满级的二技能每0.5秒可以减少30点攻击力，持续4秒一共可以减少240点攻击力，这实在是太少了，直接下一位吧。第二位牛魔，牛魔的异能可以减少15%的攻击力，释放技能后典韦还剩下了1463点攻击，只减少了259点攻击，不算太多。第三位迷失银，装备一帽子五大叔，法强达到了4160，典韦1722的攻击力还剩下了1198点，哇，整整减少了524点攻击，这个成绩算是很不错的了。第四位不知火舞，不知火舞的三技能可以减少30%的攻击力，1700加的典韦就这样被撞了下，攻击力还剩下了1205点，一共减少了517点攻击，差一点就超过迷失银了，真的有点可惜哦。第五位嬴政，嬴政的二技能有点特殊，注意看这里，清空装备提供的物理攻击，有些人看到这句话会开始纠结，是清空自己的还是清空别人的呢？能这样想，小伙伴肯定是想太多了，这个效果只会生效于敌方英雄。我们来试一下，典韦还剩下了642点攻击，直接减少了1080点攻击，怪不得我平时玩猴子打嬴政有时候打不动，原来是这里出了问题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，本次获得胜利的是嬴政。那么视频最后，恭喜这位粉丝获得了梦奇的胖大猪肉，评论点赞，说不定下一个幸运儿就你哦。